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嗨，各位朋友晚安，欢迎各位朋友来到陈伯伦的 Sax 弯道音乐平台。今天要为各位朋友带来的演奏曲子是 You Raise Me Up， 你扶持我。在圣经马太福音11:28-30有说到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感谢主。好，现在为各位朋友带来这一首 You Raise Me Up， 你扶持我。希望我今天演奏的曲子与上帝的话可以为各位朋友带来平安喜乐。最后祝各位朋友晚安，再见。